Hello， 大家好呀！今天呢，我要来给肖哥还有后台我们独角兽歌堂的货发走。现在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肖哥的货哦。太阳出来，我爬山坡，爬到了山顶，我想唱歌，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，听到我歌声的小呵呵。春天里那个百花鲜，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。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、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。百花鲜，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，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、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。百花鲜，我和那妹妹呀把手牵，又到那山顶我走一遍呐、看到了满山的红杜鹃。给肖哥打包。货已经打包好了，等一下一起寄走哦。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独角兽哥的货。瘦哥，现在你的货也打包好了，现在我准备去寄快递啦。
在金阳这边寄一个快递到掌柜那里，掌柜再分别寄给各位哥。肖哥、卢角兽哥，现在你们的货已经寄出去了，收到货记得通知我哦。如果各位哥哥姐姐没空看直播的话，也可以多看看回放，如果看看喜欢的也可以找我帮大家谈哦。喜欢和田玉的玉友们，点订阅加入我们吧。